吵架了，昨天晚上大吵了一架，他就跑出来了，今天带他回家。回家，他们说不认识你啊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他们说不认识你啊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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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
我没事啊，两个馍涨价了，没什么好涨。哎，好像不是哦，那么厉害，那么辣，搅得那么厉害，回去看一下吧。嗯，你去看一下。看一下。拉倒啊！别动啊！走了，走了，不是啊，我走了，在这边放开我，回去，放开我。怎么找那么厉害呢？怎么找那么厉害呢？你们怎么找厉害了？怎么出来了呢？这小事情不是啊，我们先过这边来，过这边来，走啦！我不要去开门了，走啦！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啦！回去了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，好吗？我不认识他们，我刚刚在从我们家那边出来准备去耕地的。但是我弟的老婆。是啊，我不认识他们两个人，真的我不认识他们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晴啊。你是叫小晴吗？不是。但是不是不？对、啊、那个结婚证这边有没有？结婚证边？没有，没拿。结婚证没拿出来啊？没拿啊？那以前的结婚的有个留念的八个相片没有？他不是我们本地的，是外地人。外地的呢？是啊，我是那隔壁村的。你看这个衣服都写着高价回收妹子。哎呦，还这衣服也是。你说你是哪里的？哪里的？我隔壁那个哪个村的？你们别走了，我打个电话问一下那边哪个村的村长。还不用打了，打什么打？要问清楚啊！问清楚嘛！哎，哪个村村长？哎，你好久，哎，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。我问一下，你们村那个有没有那个小光啊？问来不是一样，开个白色的车。想跑啊？怎么回事？前方怎么这种啊？你跑？干嘛？干嘛要跑？我不认识他们两个人。你们干嘛要跑？啊？不要动！没干嘛？都下来！你们干嘛要跑？干嘛？是不是坐船进去的？说，你们是坐的干什么的？嘿，啊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还有个小孩。嘿，是不是坐船进去的？小孩也拉。是不是坐船进去的啊？你们两个谁是大哥啊？他是大哥，他是大哥。小孩，啊，小孩，干嘛呢你？你是谁啊？爸，过来，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啊，爸呢？连小孩也偷来，你们。你干嘛要跟着他？是不是给糖你啊？给糖你是吗？给糖你就跟他们来。他骗你是不是？嗯。等一下，你进我们家吗？这两个坏蛋。哦。太坏了！报警！快点！喂，连小孩都骗。那个雷，来我们这里旺旺村这里有两个人贩子被我们抓到了，他来我们村硬是抢一个女孩子。Barbecue 了，什么合同？这个也是。我们抓住他了。Barbecue 是吗？完了。大哥。哎呀！你这个很高调哦，高价回收妹子。